Hello， 大家从苹果十二年的 iPhone 用户转到小米这款小折叠 Mix Flip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深度使用十天，将在这里做一个详细的使用报告。我会和 iPhone 进行充电速度、拍摄、音响、使用习惯、优缺点的横向对比，给大家提供最实质性的参考。那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开始吧。首先是充电速度 ，iPhone 从15%到100%用了1.5个小时，小米从14%到100%用了1个小时。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在5到6个小时，每天只需要充一次电就够用了。其次是拍摄，正常拍照功能在光线环境比较好的情况下，后置摄像头小米的色彩其实更讨喜一些，前置镜头小米会有微微的美颜，像素质量也还行，所以整体来说小米直出更方便。然后是人像模式下两台手机的对比， iPhone 的虚化效果更明显一些，小米的就相对更写实一些，说不出谁更好，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呢？夜间表现能力， iPhone 的后置我觉得要更真实，整体质量会更好一些，但前置我个人觉得可能还是小米要好些，不会过度暗，从而导致画面糊。视频拍摄质量，白天差不了太多，只是色彩的区别，晚上 iPhone 明显会好很多。关于拍摄还要补充一点，小米的拍摄没有 0.5 倍广角。其次对比 iPhone 不能上传动态图在社交软件，但能拍，这点还是要看大家的拍摄习惯了。如果喜欢广角又喜欢动态图的，就不建议考虑作为主力机了。下一项音频播放，社会的我的自己对于未来的一个完全缺乏社会实践的一个大学毕业生，我要怎么成为一个制片人呢？接着说下操作习惯，一开始以为会极度不适应，但其实真的差别没有很大，几乎都可以通过设置来调整到和 iPhone 差不多的使用习惯，关于广告也都通通可以关掉。唯一需要适应的有三点，第一，小米它这个从右往左滑是返回，但苹果是从左往右滑，所以经常我在刷小红书图文的时候，明明刚点进去，我想看下一张图，结果就误操作退了出来。第二点，就是需要自己养成经常清理系统的习惯，每天适当的时候就需要点点这个小火箭进行内存清理。第三点，计算器没办法添加到程序屋，之前用 iPhone 习惯了之后，每次用计算器都是下滑点击计算，但小米这个系统不可以，只能去主页找到计算器使用，希望雷总能更新一下。最后想说一下它的优点，第一个当然是轻便，现在我任何一个包都可以把它装进去，不用再为了装 iPhone 必须背大包。第二个，拦截陌生电话真的太好用了，以前用 iPhone 最夸张的时候一早上可以接十几个骚扰广告电话，现在用小米之后几乎接不到，而且就算有没有被拦截进来的陌生电话打进来，还是可以用小爱同学来接听，它能帮你让对方知难而退。第三个，双卡双待，并且可以应用分身，消息也能同时提醒，这样能让我把工作生活很好的分开。关于外屏操作，其实只能说是辅助，毕竟屏幕还是小，我几乎也只用外屏偶尔回复下不需要深入聊天的内容，或者筛选看下收到的信息，其他的也不太会在外屏刷，接听电话也 OK， 因为它外面是有听筒的。最后一点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内屏的折痕，我个人觉得是不明显的，说实话日常也不太会注意这一点，因为使用起来几乎是感觉不到的。好啦，那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呢，可以给我留言。我们下期见，拜拜。